在学校撞了小姐姐的迈巴赫。你连大米饭都舍不得给我吃。我可没说啊。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把我这么大个人给你了，你连点大米你都舍不得，抠死你算了。你家那么有钱还用我呀？家里有没有那是他们的事儿，日子是咱们自己过的。你的日子你自己说了算就好呀，还有我的事儿吗？你是真的想不明白还是在装傻呀？我是真的想不明白啊。那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吗？想啊。你就是这么想跟我在一起的吗？那我还得怎么想啊？你真是个大直男啊，烦死了。你别抱我，我真想不明白当时怎么看上你。现在呢？这是什么呀？难道一场正式的恋爱不应该从一束鲜花开始吗？你在哪儿学的呀？如果连爱你都需要学的话，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你身边？我知道你的家境也许是我这辈子都达不到的，但是我还有手啊，我可以用它去保护你，拥抱你。你真的能做到吗？不论我说能与不能，都不如我做到了以后你自己去感受，对吗？你说我该说你是直男还是说你不是呀？不管是与不是，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我现在不能答应你。那我一会儿再问问。哎呀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